真的这么认为，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好像除了科研，我对一切事物的感知都没那么灵敏。可能因为你比较特别吧，面对特别的人，我会忍不住想了解更多。真的想让我参加？希望不会让你失望。其实人的想法有时候比想象中简单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很早就独立生活了，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。他们在国外，平时只是电话问候，所以谈不上会不会处理关系。想到什么了吗？